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来到了哪里？你们猜猜看，金门的太武山风景区。看到这个是后面的蓝色的瓦片的房屋吗？这个是忠烈祠，太武山忠烈祠，看嘛，在4点多钟，还有时间吗？妹妹，忠烈祠不要进去哦，不用啊。哦，我觉得我在这门口看一下。啊、哦，好了好了好了，往太武山豫章路，对，倒退呀、啊，妹妹说倒退，我说走 Z 字，看一下 ，boss 倍数，哦，十嘞，十倍数是，我还以为是松鼠的，那不对，哦来，来一颗，不是倍数，不是，松针。嗯，全部是松针，肯定不是松针。妹妹还在那里休息，我们慢慢走。你看那个山来说，啊，嗯，它那是用沙一样，它一风化，但风化过后，感觉好会一些。看那种红沙，台湾这个地方非常平静，嗯，感觉很容易滚下来。嗯，听说以前是不长植物的，光秃秃的。嗯。后来才种的，它这里金门这边都是那个，那是灌木，它这个一片一片地不得收成。灌木，你没看到很好多地有啥收成吗？没看种啥，只看种的高粱、玉米、芋头、高粱玉米。哎，没有靠农业吃饭呀？人家没靠农业吃饭啊，但是人家养牛的多，养牛的多，靠牛群多，靠酒。跟牛的似的哦，对头，金门高粱酒，哦，我了解了，了解了，难怪不得种那么多高粱哦，难怪。那高粱比玉米还贵。人家这边最出名的就是高粱酒，金门高粱好出名哦。他这个他的高粱的产量还不低。嗯，哦、全部拿酿酒。做酒做的长，但是它苦的非常之紧，它的苦的，又米又大个。嗯。哦，他们那个山东高粱。它就相当大的区别，山东高粱这么长，他们这边这种高粱，它抗热，那么就是说，在20-30度的这个条件下，30多度前的它可以生长。嗯。矮化。嗯。不宜被风吹倒。又在喘气。像这种它并不是针叶，针叶树不是的，针叶树它的这个。我觉得靠海边这种树子就多。比如，它不是针叶的。嗯，也不注意说，要么从那个，它只是一种这个灌木，嗯，小灌木是不算大的嘛。那不，要么有好多它不得好大的这种树林。嗯，它的这个年龄来说，也比也活的比较小。哎呦，妈的！哎，他喜不喜欢摸你？不要去摸人家，可以摸。哎呀呀，太乖了，哦。哎，你动作不要那么大，不是动作不要太大，对猫动作不要太大。我都是养猫的，我家里面有两只。哇，你太有福气了！车子来，车子来了，车子来了。我觉得它会不会热？我看它在吐舌头，担心它热。所以赶快下山，赶快下山了。它是英短啊，英短哦，你会不会热？但是你出来，我们也很热哈，忍耐一下哈。那给他喂点水啊，用那个注射器啊，带一点。我有给他肉泥，肉泥，嘿，嗯，水的话它还是这个再打开一点，不行了，这个打不开，打不开啊。嗯，刚刚我下来走一段，哦，关了，关了，关了，赶快，赶快呀，跟。你只有你没有矿泉水哦，这个不是矿泉水。我知道，我说要喂点矿泉水，赶快。下去再喝，对。哎，你赶快下去了，赶快下去了。走了。我很担心他。来，拜拜。好，太可爱了。嗯，我的猫每天推出去啊，用婴儿车，也是很可爱。拜拜。赶快下去喂点水啊。到了，到了，到了吗？还没。还没有。其实啊，没有三分之一。没。哎呀，我想放弃了。我们成为非洲人民公园，无限风光在险峰。
你我鱼怎么叫？哎，对的，你说你是非常聪明的噻。哈。是噻。哈。从大陆过来的。真的。嗯。哦，也在岷江。也在岷江。哦，这两条狗呢？两只两龙对的。他们要跑得和谐才行啊，要同步。你们走快一半了，快一半，还没一半，还没一半。哇，这两只很合作。你说的快一半是到哪里的？快一半。勿忘在即啊，你们不是要到勿忘在即吗？对啊，对啊，快一半了，快一半了，还没啊。这边六嘛，这边七嘛，那边十五吧，到那边十五吧。对啊，还有八公里耶。哎呀。快一半了啊！快一半！哇，千辛万苦啊，我们快到了，快到目的地了。看一下我爸妈，我们已经问过他们无数次了，你们要不要去？我爸说他一定要去，因为哈、啊，到金门没有到勿忘在即就等于没来。我妈说每天本来早晚就要出去走啊，这不很正常吗？也是啦，我们早晚走到公园，但是没有坡啊，这是有坡。我都有点喘，我觉得有一点点喘，还好我们走得慢，一边走边吹风嘛。我妈又很好强，你看吧，快到了，这边要轻松一点哈，有下坡，我们就感觉轻松很多了，有走就有希望。你看他弟弟在走，嗯，好棒哦，哇塞，好了不起哦，我们可以爬这么高。平时有走公园还是有差哈？不是，没这么高哈。我们从那个公墓都没看到。对啊，没看到公墓啊。所以应该是前面吧。嗯，有没有公墓在那里啊？绿色的皮呀、啊，有没有看到绿色的皮？比较亮的绿色皮。哎呀，这里我看不到嘞。绿色的皮，那个红色的后面过来。红色的后面哦，看到了，看到了。那个绿色的皮才是，嗯、这个是应该是营区的里面的。嗯、天哪！不过这个景色还不错哈、啊。对。嗯。哇，你看都看得到。勿忘在即，快到喽！走吧，妹妹，加油。嗯。啊，太厉害了，他们。机场。啊，那里有没有看到跑道？跑道。啊，看到了，看到了。哎，对，金门机场哈。嗯。好，走，赶快了。我们加油，打卡一下太武山的地质，这里有介绍。金门的诞生是距今两亿至一亿年前的燕山运动隆起，喜马拉雅山运动上升之中发育出来的花岗岩经风化裸露出地面而形成丘陵，如太武山高253公尺，五虎山高127公尺，其构成主要基盘岩石以花岗石、麻岩石花岗石而组成，在太武山至南侧出露岩石以花岗石、麻岩为主，山至北侧则花岗岩较多。走吧，啊，这就扁柏。哦，对我妈最喜欢的，我妈心中的心树。她非要说大陆没有，我觉得有。这边看来远不远？我从最奇观，都是这个大自然的潮汕运动所形成的。啊，这边也是，嗯，花岗岩居多啊。嗯，你看，我刚才看了简介，好大一颗巨石。你看，好奇神呀。嗯。你好奇神。悬空的哈。嗯。那边还有步道。啊，是噻。哎。原来这个山，它比现在以前也高些。嗯。后来就这时候，通过地震的潮汕运动。越来越近。哦，然后就滚下了。嗯，比如树木。该大林该说的，在这时候，你这个，这个地档，所以说的话，它就造成了这种叮叮咕咕的这种，起风这个样子。嗯，哎呀，我看到一个植物很奇怪，嗯、拍不出来算了。你看这些石块都挺不一样的。当然了，山洞那山洞还不浅，还深了哈。哦，那山洞，它滚下石头过后，把它垫起来，它形成了一个。一个角落、一个空间，就像这个，边走边玩，边看，嗯，啊，你看吧，哎呀，简直是不得时间去爬，爬也爬不动了，我看到对面的山哈，我还想说，看到有汽车这样开过去，都是阿兵哥开过去，然后前面还有庙嘛，哎呦，
远远看去有点像那个如来佛祖啊。那这上面坐的都是原住民哦？不一定吧？哦，对，在最早应该是原住民，现在都是那个军事基地。哎呀，我觉得整个金门都是军事基地的感觉。他留下来的那种故事啊，都是因为战争。好像到了，要看植物。哎呀，磨磨蹭蹭，边走边看，终于到了。哇，这，你看这些人好可恶，在这面上面刻字啊，你看，植物上面，你看我妈好厉害，听到她的欢呼声了，我听到她在笑，她可能在笑我们呢。对面我看到有好几尊观世音菩萨，我妈现在可以认识一些字，不错。啊，到了，哎，走了，一定要去合影一下。走得好辛苦哦，终于到了，啊，拍给大家一起分享。现在跟你讲1.5K，三里路，1.5公里，对，这样差不多，其实没有很远，只是我们走得慢。哎，走得慢，来，跟大家看一下，千辛万苦啊。虽然没有很远，但是我觉得还是走得比较辛苦，平时走路走得少。可以进去吗？哦，可以哦。啊，终于到了。哦，江中整体词嘛哈。无望再举。民国41年元月。来，好。哦，也正少三天喽。哎呦，厉害。好不容易哦，你很棒。哎呦，五线风光在下风。嗯，我们俺去中院报的。哎呀，我妈就是这样。可以。哎，算了，哎呀，爬山累得很，哎呀，我妈到处都想去。很就是很喜欢也走，我们走那儿。江中镇就是那个山，江公山。蒋介石也叫江中镇。蒋介石就叫江公。啊，也叫江公，江公是他尊称，蒋中正也是他。哦。以前的人他又。不是，江中镇就是蒋介石就是江中镇。他现在已经都几代了。他的那个嬷嬷都当了这个现在这台湾的市长嘛。哦，市长。嗯，蒋万安。他的嬷嬷当市长。啊，蒋万安的嘛。市长。啊，好，走了。你看那个老几就没演。那个老几。那就给他演。我总在背。有个熊，吃辣椒，吃白水煮面的人怎么跟吃辣椒面的人比？哎呦，吓死我了！我妈还舍不得，哎，慢着吧你，哎，你个老太婆，你是先拜啥子嘛？哎，你忘了你是断腿残，还有残废证书啊？我以前。哎，你知足嘛。哎呀，我妈真的很逞强，还想去啊。不要，下次了，下次。她说她还想去走，对面10秒。那好了，我们回去了。今天经过千辛万苦，一路波折，感觉都很热啊，不是热，是累。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所以说还是值得了。好了，走了，回去了。已经带他们下去吃晚餐了。啊，终于下山了。你看我爸好厉害，你看。啊，人家在这里休息了多久了？你说厉不厉害？下来好快哦。嗯，一路听歌，一路哼着歌就下来了，不觉得累。这么奇怪，真的有坡就差很多啊。看一下，走。好了。下山了，我们从这边经过一下，拍起来跟大家分享。这里是忠烈祠，刚才怕时间不够，所以说就没有拍。还可以进去哈，不知道现在还可不可以进去哈？方向是阳的噻。嗯，关门了。嗯，开门，员工们。嗯，走。台务忠烈祠。好。太武忠烈祠，看吧。这个碑一个。那个碑，嗯。哦。这么累不累吧？你觉得？不累。哦，好厉害！
他说下山的时候风把它飘着飘着走，想刹车刹不住，所以才走这么快，好搞笑。那好了，现在带爸妈去吃饭了。今天还是，对啊，今天还是不错，我们走了很多个景点嘛。嗯，吃完饭就休息了，今天的景点应该就到这里到此结束了。我们这次来金门还是不错，感觉还是值得了哈。嗯，好了，去吃饭，今天就到这里，拜拜，去追赶他们了。